掀开经本，从经文的第三行看起啊，经文的第三行看起，阿难，云何摄心我名为戒？接着看经文啊，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隐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教光大师的注解注得很清楚啊，这个科判的就是注解啊，这个四众界他老人家首先为我们说明，这个戒是定慧的前方便，也就是修定开慧的基础。如果没有境界，这个境的标准要依附在本经所说的。我们学佛的同修在此地是修念佛法门的占多数，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，甚至于我们把这个标准呢往下面再降一点，功夫成片，这念这么多年的佛功夫成片也没有得到，参禅不能得禅定，学教不能得圆解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在传记里面呢看到古来的一些大德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似乎修学的这些境界好像都不难，时间也不太长，立根的人3年5年呢就得到了，顿根的人呢10年8年呢，成就的人很多很多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得不到？细细地去追究其原因，就不难明白，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基础的工作没有做好啊，像盖房子一样啊，这个地基没有打好啊，虽然拼命往上盖呀，总是盖不成功啊，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，尤其是现代人学佛很时髦啊，不但在国内很时髦，现在国外也挺时髦的，对于经论的很喜欢，谈到戒律就摇头了啊，而且对这个戒律
还有一种误会。怎么误会呢？总认为戒律是生活的规范。说到戒律，就会想到这是三千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不适合于我们现代人。因此我们把戒律就舍掉了。纵然留一点形式，也没有认真去体察，当然更没有认真的去修行。这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片啊？参禅为什么不能得禅定？这个根本的原因呢，就在此地。所以大师啊，这教光大师，这注解是教光大师做的，一开端呢，就给我们说出这是定慧的基础啊，这个方前方便的就是基础。通常说到戒律，总是说的杀盗淫妄啊，把这个不杀生呢摆在第一条。五戒它是第一，八戒它也是第一，菩萨戒它还是第一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楞严会上啊，佛为我们宣说四众戒，是把淫戒摆在第一，这个次第是淫杀盗妄。那为什么这个排列顺序跟通常戒律不一样呢？教光大师在此地也为我们说明了，诸佛菩萨戒淫一切众生，是以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我想这是许许多多同修都知道的。慈悲为本呢，这个不杀是真实的慈悲，所以讲不杀生摆在第一条。这个本经的情形呢不一样啊，这部经它的因缘很特殊啊，就是教其因缘呢跟其他经不一样，是我难其情的，与我难修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啊。这个是在本经第一卷里面呢说得很详细啊，这个楞严经怎么来的啊，发起的因缘。我难我们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在佛诸大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，又是佛法的传承之人啊。我们今天有缘呢读到许许多多的佛经，这个经典都是阿难尊者积极流传给后世
他对我们后世众生的恩德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大。由于多闻，对于修行呢就疏忽掉了啊。诸位要晓得，佛法的是就解门行门啊，我能着重在解门，着重在经教，把这个真正修学疏忽了。这个行门修的是什么呢？这一点无论在家出家的同修都要搞清楚啊。佛法修学都是一个定字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，哪一个宗派，通通修的是禅定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误会，哦，禅宗才修禅定啊，那其他的都不叫禅定了吗？都是一桩事情，只是各宗各派他用的名称不一样啊。禅宗叫定，净土宗叫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吧。啊，教下里面叫做止观啊。你看天台宗有天台啊摩诃止观，天台小止观啊，先手华严宗有法界观啊，这是名称不一样，其实都是修定啊。换句话说，通通修的是一心，一心就是定啊。那么楞严会上，我们看二十五圆通章，这二十五位菩萨代表的不同的宗派，虽然宗派不相同，方法不相同，他们所修的都叫做首楞严大定。这不是明白告诉我们佛法修学的中心呢是定，戒是帮助我们得定的啊，是重要的手段。舍利戒而得定的绝对不可能，如果有可能，佛对这个戒律啊务必对我们这样的强调啊，务必对我们如此严格的要求啊，可见的它是修定唯一的真实基础，我们不能不重视啊。我乃由于疏忽了修定啊，对于理论非常有兴趣啊，天天在研究啊。那么于是乎啊，这一次遇到了摩登伽女啊，就遭了难了啊，自己功夫不够啊。如果自己有定有慧，摩登伽女的仙梵天咒啊就拘束不了我的啊，是他自己定慧功夫不够啊，所以造这个难。那么世尊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在王宫里面
应供之后，通常佛应供之后都要说法的，来不及说法赶紧回去，回去来帮助我们解除他的困难，佛顶放光，光中化佛，化佛说出无慧楞严神咒，佛派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将这个楞严神咒带到我们的，把我们救回来。于是我南尊者这一下才真正觉悟了，没有修行呢，这是有且无形啊，没用啊，不管事啊，这才要求真正修行。那么你真正修行呢，这个戒律当中啊，淫戒是第一，所谓是一切众生，这是讲六道里面的众生，借以淫欲而证性命。你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投胎舍身受身呢？就是这个念头没有断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个念头不断，就出不了三界啊。诸位要记住啊，不是我淫的事没有，事没有不行，你有念头就不行啊，粗的念头没有，你有细的念头还不行佛在经论上常说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这个淫欲是色，这个五欲里面讲的色，跟五蕴里面讲的色不一样，五蕴的色呢是物质，是整个物质，用这个字来做代表。五欲里面的色呢，是指男女色，是指这个。地狱五条根啊，一切六道众生不能超越三界轮回，佛跟我们说决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。这经上有个比喻说头出头没，把三界比喻作苦海啊。头出从这个海底啊，头撑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这时间短了，在一个跟头了又栽到下面去了，下面是三恶道，上面是人天两道。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六道众生在人天两道的时间很短，机会很少；在三恶道的时间很长，机会很多。原因在哪里？贪着财色名食睡，贪着五欲六尘。五欲里面最严重的是色，所以佛在此地第一个就把这个生死第一个因素，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为我们提出来了，教导我们，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要超越六道轮回，那你就必须要遵守。
念佛求生净土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，这个念头不断，你念佛的功夫再好也不能往生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你有一条绳索绑在娑婆世界，这个绳索没有解开呀，阿弥陀佛在招手接你呀，去不了啊，这个地方有人拉住你啊。这就是这个念头妄念呢在拉住你啊，使你不能往生啊。所以说必须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啊。所以佛在此地这个一开端呢，就把生死根本呢说出了啊。若住世界六道众生，这一句我们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的看过。住世界不只是我们娑婆世界，换一句话说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，只要有六道众生，那个世界都是这个情形，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啊。佛讲的其心不隐啊，这个心里头真的把隐喻的念头啊断干净了，没有了，那他就不随生死下去了。这个生死下去就是六道轮回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不随呀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这个念头不断，他就决定出不了三界，决定啊还要受生死相续啊。这是佛把这个真相啊为我们一语道破啊。这个事实真相晓得的人太少太少了啊，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啊。那么这是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啊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如修三昧本出尘劳，因心不除，尘不可除啊。这个如是教证阿难啊，同时也是教着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念佛希望得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叫做念佛三昧啊。是在讲的功夫浅的这个功夫成片的都叫做念佛三昧啊。念佛三昧是总名称啊，以功夫浅深来分，通常分为三等啊。最浅的是成片啊，功夫成片啊，其次是四一心不乱，最高的叫理一心不乱，那么这个通通叫做念佛三昧啊。我们也在修念佛三昧啊。修念佛三昧的目的何在呢？是要超越三界啊，这就尘劳是三界六道的代名词。尘是污染，三界六道都污染我们的真心本性啊。
所以用一个尘来做代表，老是烦恼啊。那我们晓得三界之内充满了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不断，出不了三界啊。这个摩罗汉，我们晓得小乘摩罗汉呢，超越三界了。楞严经上讲，他们的定功啊很深啊，九次地定啊，这个世间禅定四禅八定，那个定功虽然是很深，出不了三界，一定要到第九定啊。第九定呢，是把见思烦恼断掉了，超越三界了啊。也就是这个里面讲杀盗淫妄啊，他连念头都没有了啊，真的这个妄想啊断掉了啊，这样才能够超越三界。如果淫心不除，尘不可除啊，换一句话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么或许有同学要问，这个事太难了，是难。那么净土宗讲的待业往生，我这个念头没有断，能不能往生呢？我在此地老实告诉诸位，这个断呢有两种，一种叫灭断，一种叫扶断啊，扶是把它扶住，虽有这个念头啊，它不起作用，扶住了。灭断难，扶断容易。这个经上讲的是灭断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经不是专门对净土宗讲的啊。换句话说，修其他的法门要灭断才能出三界，修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灭断也行，只要扶断啊。扶断就是什么呢？用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控制住了啊，石头压草啊，古人比喻说石头压草啊。其他法门呢是斩草除根，那个当然是很彻底了。在净宗这个呢不必斩草除根，弄个石头把草压住就行了啊，看不见了，它不起作用了，这样就能往生。所以净宗的成就比其他法门呢真的来得容易啊。我们说老实话，这个境界我们一生当中不容易成就啊，五欲六尘这个妄念呢断念是真难啊。但是这一句佛号念的功夫得力，把这个妄念扶住，我想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啊。这是净宗法门无比殊胜之处，所以古德讲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么当然我们明白事实的真相，努力啊在断除这些烦恼，你断得越干净当然越殊胜嘛啊。刚才讲了，我们能把烦恼扶住，这个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
如果我们能将烦恼断掉，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，而生到十报庄严土。这不一样啊！修学七套法门，将这个妄念断掉了，像经上讲的真正清净了，念性也无了，他的境界也才是方便有余土的境界。我们尽终要有这个境界，就到十报庄严土的境界，这个不能违背的啊。所以说显示出尽终修学真的是叫一行道啊，比起一切法门来说容易稳当快速啊，一生圆满成就。底下一段佛给我们说明，你要是不断的，不但不能出三界，必堕魔类呀！啊，我们讲妖魔鬼怪呀！啊，这个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讲的妖魔鬼怪。啊，纵有多智，禅定先行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智从哪里得来的呢？当然，决定不是真实的智慧。啊，我们晓得，真实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，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那是般若智慧。此地所讲的智慧，就是佛法当中常说视之变聪，世间的聪明智慧他有，禅定先行。这个禅定是世间禅定啊，如果修学的非常的如法，那就是经上所讲的四禅八定。这种禅定现前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世间人要是看到了，也会非常赞叹啊，就他人家一入定能够十天半个月不出定，甚至于定功更深的一入定啊，可以两三个月才出定。那我们看到这种人必然是五体投地呀，佩服得不得了啊！啊，这真有功夫啊！啊，这是得禅定的。啊，得禅定能不能出三界呢？不见得。啊，假如他有这个功夫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那决定成功。那个没有问题的，决定得胜。
如果他不求往生净土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他将来一定往生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不能出三界。如果他这个淫念不断的话呢，他就堕到魔道去了啊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。那是魔的特征是什么？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它？它是魔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，魔不怕了，要紧的是你要认识它。你认识它，就不受它的害了，它也障碍不了你。你要不认识它，你就上当了，你受它的害，它会障碍你。那么魔的特征就是淫心不断，这就是魔，这决定不是佛。纵然打着佛的招牌，这个淫念淫行不断，我们就知道这是魔王出现。就上品魔王，上品是他定功身的，他也有定功，也有智慧，甚至于讲经说法也头头是道，或许也有些神通，用着有定就有神通，这个神通，根据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两种来源，一种是从禅定里面生的，另外一种呢，魔附身，那个神通啊，不是自己，不是这个人的，魔附在他的身。于是乎这个人有神通了，魔要是离开了，他这个通的能力完全失掉了。所以神通有这个两种，佛菩萨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，换一句话说，不用这个方法来戒淫大众，中品魔民啊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这些这个妖魔鬼怪呀，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里面，《楞严经》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所谓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就是这一个时代里头啊，这些人很多很多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这个学佛跟他去学不会成就的，到最后纵然你学得很好，也变成了魔王、魔民、魔女了，那就太可惜了，所以他们自己称说他也是成佛了，也是成菩萨了，或者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，那么他的教戒当中决定了不禁止这个淫欲的念头，他不禁止，甚至于还赞叹，那个麻烦就更大了，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欲辨佛魔教义，这是佛教给我们，
你预先能够辨别哪是佛哪是魔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得能认识清楚。请看经文，我灭度后末法之中，多次魔名只胜世界，广行贪淫为善知识。佛这个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啊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末法时期，我们现在正是末法时期。佛的法运12000年，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叫正法，是佛灭度后1000年，这个时候佛法非常纯正，没有变质。时间越长，这个沉船呢就生了变化了，所以到第二个1000年，佛法渐渐变质了，没有那么纯了，叫相法，相是相似，还像个样子，相似的不完全纯。到第三个1000年以后啊，叫末法，佛法是愈传愈魔，大幅度的变质了，这叫末法时期。末法有10000年，10000年之后啊，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完全消失掉了，没有了，叫灭法，我们这世界没有佛法了，必须等另外一尊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又出世了，他讲经说法，这个世间呢才会有佛法。那么下面一尊佛是谁呢？弥勒菩萨成佛。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成佛呢？弥勒下生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以我们这个世间年月来计算呢，要56亿几千万年之后啊，弥勒菩萨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成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世界有佛的时间很短，没有佛的时间很长。那么弥勒佛这个下来，这个年代怎么个算法呢？诸位读经就晓得，弥勒菩萨现在住在斗率天。斗率天弥勒内院就是菩萨修行的道场。斗率天人的寿命是4000岁，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这个世间的400年，大家一算就晓得了，一天是我们的400年，一年呢也照365天计算，4000年，这个数字一乘，就是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的年代，是这么样计算的，这个计算不会差误的。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
末法时期，这个末法一万年呢，已经过了一千年了，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末法还有九千年呢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、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为我们说出，将来佛法通通都灭尽了，最后灭的是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最后灭。那么最先灭的一部经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楞严经。楞严经是最先灭，无量寿经是最后灭。佛法灭尽了，他住世还有一百年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量寿经的功德不可思议。这是说佛灭度之后，末法就是指我们现代啊。现代这个社会呀，说多次磨名啊，只剩世间。只是形容词，像火烧得非常的猛烈啊，这是比喻。剩是盛行，在这个世间啊，广行贪淫呢为善知识。在三四十年之前还少见，偶尔听到，不常听到。在现在，无论是在国内是在国外，常常听到，时时听到啊，甚至于还有特别提倡啊双修的啊，那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啊，它是真正的善知识吗？自命为善知识，佛不承认的啊！如果不信呢，跟他们学，佛在此地就告诉我们：令诸众生若爱见坑，设菩提路。这个就是受他的害了。受害之人多啊，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啊。有少数觉悟了，回头了啊，这是幸运的。还有一些执迷不悟，那就难讲了啊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，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。所以学佛不能不辨别清楚啊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如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淫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一决定清净明慧。佛教着我呢，
不但阿难尊者自己想在这一生当中，那么这三种定的名称古德在《楞严经》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大多数古德有一个共同的说法，三摩地偏重在止，我们以这个天台止观的来讲，偏重在止，止就是止息一切妄念。三摩呢，偏重在观，诸位要晓得，止里面也有观，观里面也有止，只是偏重不一样，三摩偏重在观。禅诺是止观并重，称为禅诺。首先我们要把一切妄念洗掉，所以说的是三摩地。首先要我们通常讲啊，断烦恼，这个断字就是止的意思，就止的意思。佛告诉我们要真正修定，我们念佛人要真正想修念佛三昧，也就是像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那就一定要先断心瘾，这个不但是讲这个事上不能有啊，念头都不能有，有这个念头啊，对于三昧呀、都产生了障碍，你决定得不到。前面讲了，你纵然禅定先前是世间禅定，四禅八定世间禅定，除世间的禅定就是超越三界六道的这一种定功啊，你得不到。为什么得不到呢？这个淫念呢障碍住了，这个是必须要知道啊。这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这样教导我们的，你看佛在说世名如来先是先佛世尊，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以前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没有第二个例子，通通是这个方法。下面这个词句非常肯定，第一，决定清净明慧，决定是非常非常的肯定，清清净净明明白白的教诲，必须要牢牢的记住，要依教奉行。底下佛再说明确定我们修行成功与失败关键到底在哪里，我们看经文说，是故我呢
若不断因修禅定的，如竹砂石与其成饭，今百千劫直名热沙，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砂石成故。这佛先举一个比喻，比喻好的，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呢常常用这个方法来启发我们的智慧啊。为什么说这个不断隐喻你的禅定就不能成就啊？这个比喻说如针砂石啊，我煮饭呢，我不晓得煮饭呢要用米呀、啊、才能够煮成饭呢、啊、你煮一锅沙一锅细石头，你想把它煮成一锅饭，这是决定不可能的啊。所以佛讲的纵经千劫，这是说你煮的时间长啊，你煮的再长还是热沙还是热石头，它决定不会变成饭，不可能变成米饭的。这个比喻很容易懂得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不是米吗？米才是真成饭的根本，这个不是啊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大定是清净心的成就，心不清净怎么能成就大定？如以隐身求佛妙果，这个就是错了啊。求佛的妙果是要清净心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就明白为我们显示修行的纲领：清净平等觉啊，这都是讲真修的人，希望我这一生当中真正成就的人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是善根深厚之人啊，就像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”如果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你今天不可能遇到啊第一法门。纵然遇到，你也不会生欢喜心，也不会信愿受持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听到这个法门，生欢喜心，一心相学，就是你无量界的善根成熟。那么既然过去生中这样长的时间修学，这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现在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在恍然大悟啊，我们这个淫欲的念头没断啊，被他障碍了，所以没有成就啊。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障碍呀去掉啊，去掉这个障碍，在这一生当中
决定成就，决定得生净土。一生净土啊，给诸位说，就是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。不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，也是十方一切诸佛对我们的期望啊。我们真能做到，这不辜负诸佛如来的恩德啊，不辜负诸佛如来的教导，所以一定要深深体会佛对我们教导的苦行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如果在因上错了，底下说纵得妙悟，皆是因根。这个妙悟有没有呢？有啊，确确实实的有。这个妙悟从哪里来的呢？一个是他修定啊，刚才讲了，他不是没有定，他真的有定啊，世间禅定啊。那么他这个智慧呀，比我们一般人要高啊，我们一般人的智慧不如他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他多生多劫文法的熏修啊，过去生生世世在佛法的熏修啊，这个善根成了妙悟啊。可惜的呢，烦恼的根没有能够断尽啊，他这个学佛最后学成魔了，关键在此地啊。所以佛说了，这个根本成因，能转三途啊，彼不能出，如来涅槃的何路可修啊？啊，根本成因，就把佛法了悟到了。这个悟道有两种，一种是有意的悟道，一种是无意的悟道。无论是有意跟无意，都要负因果的责任，自己耽误了一生，这不能怪人了 啊这个是自作自受嘛。误导大众啊，这个罪过不得了了啊。众生有缘遇到正法了，他这一生明明能成就，你把他拉回来，依照你这个法门修学，最后还堕落三恶道，这个罪过就重了啊。所以说是彼不能除啊，所以说一盲一盲啊，相牵入火坑呐、啊，火坑是比喻的地狱啊。地狱很容易堕落，很难出头啊。所以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，佛在《楞严经》上为我们说明世间法的真相。给我们讲七趣，
而地狱这一道呢，说的特别多，特别详细。啊，实在是佛的用意，就是给我们提出高度的警告，希望我们小心谨慎，决定不造地狱的罪业。啊，这些是地狱罪业。如来涅槃，如来涅槃简单的说就是正成佛果，何路修正啊，根本成因了，决定不能成正果啊。这个是诸佛如来第一清净明慧，我们怎能够不相信？怎么能够不牢牢记住依教奉行？底下这个开始就更重要啊，真正给我们提出严格的要求，必是引机身心俱断，断信亦无，于佛菩提思可习记啊。这个五句话了，诸位同修一定要多念几遍，牢牢地记住，这是佛对于这一生当中想圆成佛道的人提出他的要求。不但是这个淫机，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动机，就是念头啊，不但身要断，心也没有，身心俱断。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个境界，我们念佛四一心决定可以证得。如果达到底下这一句的境界，说断信亦无啊，那就证得离业心不乱了啊，离业心不乱的往生西方是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上上品往生啊，啊，我们纵然不能做到断信亦无，一定要做到身心俱断。这个事情呢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困难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烦恼习气。我们学佛的人知道不好啊，哎，很想把它断除啊，它偏偏断不了啊，偏偏有这种意念现前呢，这就是无始劫的烦恼习气在作祟啊，不是自己能力能控制得住的。但是他危害有这样的身，那怎么办呢？经中啊，佛教给我们念佛，第一个这个佛号不夹杂不间断，佛号有力量能够佛住啊，把这个烦恼佛住。何况这个大经里都常说，
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，我想弥陀，弥陀想我，自自然然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使我们无世界的烦恼自然不生。这都是真心专念必然得到的感应啊，感应大小，感应的明显与否，是在自己的这个信愿的坚定恳切啊，一心要离开娑婆世界，一心求愿往生净土，那这个感应的力量就大了啊，就显著了啊，能符合这个标准，与佛菩提我们就有了希望的啊，思可希冀，就是有希望啊，有指望了啊，用在净宗里头啊，就是决定得生啊。那么至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呢，那是你自己修持功夫的前身啊。所谓功夫的前身，实在说就是你清净心的程度啊，心越清净，功夫就越深，品位就越高啊。这个事实是如此，如我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就波旬说。波旬是魔王的名字啊。假如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，善知识教导我们的跟佛在楞严上讲的一样，这是佛说，这是佛教啊，这是佛门的善知识，我们可以亲近他。假如他说的跟佛讲的不一样，就是不断淫欲也可以成无上道，那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啊。不但淫欲也可以修行，这决定是魔说的，这不是佛说的啊。所以这个幕后啊，是叫我们辨别什么是佛，什么是魔，从这个地方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把魔的这个特征呢，为我们说明了。那么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呢，断杀啊，这个断杀呢，不但是灵性高的人不能杀，即使微细的小动物啊，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。不但不能亲手去杀，也不能劝别人杀。不但如此，看到别人杀生，要是生欢喜心，都是很大的过失啊。请看经文，我呢，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啊，我们要把佛这一句话看清楚，这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啊，十方诸佛世界都不例外啊，都不例外。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许啊，真的
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呀、啊，确实不简单呐、啊。杀道隐忘啊，这个四条都要清净，三条清净了，还一条不清净，都出不去，都成了妨碍。啊，这才真正明了我们无始界修行为什么搞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四条没有全断的，断一条断两条断三条还剩一条都不能成功啊，必得四条断得干干净净啊。那么这个四条排列的顺序，他的这个妨害力量有轻重的差别啊。纵然是轻，像前面这个妄语是轻，也必定造成不能成就的决定的因素啊，所以不可以把它看轻啊。佛讲这叫四重戒，真的一点都不错啊。这是讲杀生不能出三界，个原因我们要多想想。细细的研究佛给我们说的这个道理，这些事实，前面第一个隐心的，是我们本身罪业的根源。诸位要晓得，世间许许多多的罪业都从这里生的啊。世间人常讲业障深重啊，这个是业障的根源啊。这个第二个煞身呢，煞身是冤家债主的根源啊。我们修行好多人障碍，好多事情阻挠，这是外面来的力量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障碍？冤亲债主啊，冤亲债主怎么借下来的呢？杀生吃肉，从这个地方啊借下来很深的这个怨恨呐、我们凡夫疏忽了，佛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么在现在社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听到，也常常遇到啊，有这个冤鬼缠身啊。我在香港遇到，在台北遇到，在美国也遇到这种人。他为什么找你不找别人呢？他跟你有冤仇啊，他来报复的。像这个谭旭老法师，在香港佛七当中给我们讲的这个开示啊，他这个录音带呀、现在我们还保留啊，高雄净宗学会就有啊，有谭老法师佛七开示的录音带，里面就说了一个修禅的人啊。这个人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，谭旭法师也是地老法师的法子，传法的弟子。换句话说，
就是谭老的师兄啊，参禅的功夫很不错啊。当时因为地仙老法师是学教的啊，他是清朝末年天台宗的祖师，徒弟要学禅他也不障碍，学禅呢就把他送到禅宗的道场啊。当时中国禅宗第一道场就是镇江的江天寺啊，送他到这个地方去，就是金山寺啊，那个不是谁转的那个金山寺，就也叫江天寺，因为他这个寺啊是在长江里面一个岛，建立在那个岛上啊，四面都是江水啊，这叫江天寺，是中国民国初年呢禅宗最兴旺的一个道场。那么他在禅堂里面参学住了十几年，功夫用得很得力，被方丈老和尚赏识，把他提升到首座和尚啊，这个寺庙里头首座和尚那个地位呀，仅次于方丈啊。这个一坐了首座和尚啊，他的烦恼起现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定力就不够了，因为皈依的徒弟多了，这个供养也多了，名利心生起来了啊，架子也大了，这个麻烦了。护法神呢跑掉了，护法神走了，诸位也晓得这个功夫得力的时候啊，有护法神保佑你啊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只要真正如法修行，都有护法神保佑你啊。心不在道呢，护法神就走了，护法神一看到你，哎，你变了心了，退转了，护法神就走了。这护法神一走了，冤家债主啊就找来了，啊，他就着魔了。这个着魔怎么样呢？看到没有人在呀，他就投江自杀。啊，那么被人看到了，把他救活了。救上来，没过几天呢，他又去投江，幸好，哎，又被人救回来。这方丈老和尚就慌了，首座和尚常常闹得要投江自杀，这把整个一个道场啊，都受了很大的影响，搞得人心惶惶啊，这大家修定呢都产生了障碍。啊，这就不像话了，通知啊地仙老和尚啊，他的师父啊赶紧把他带回去啊。于是老和尚住在浙江啊温州啊天台山呢 啊这就到了镇江啊，把他这个徒弟带回来，一路平安无事啊，没有特别的症状啊，这当时不晓得，事后我们能体会到老和尚的威德，护持他，使他那个冤鬼不敢贴身，一路上平平安安的，老和尚保护了他。那么回到天台，因为他在佛门里面曾
曾经做过首座和尚啊，这佛门呢相当有地位，所以寺庙特别给他一间疗房啊，对他很礼遇啊，对他很优待。那么早殿他上不上啊都没有关系啊，老算是老修行的嘛，啊，道场对他都优待了。这个过了几天呢，这有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，还没有看到他来，老和尚说的这个睡懒觉睡到这个就不像话了啊，就叫这个庙里查房去看看啊，怎么还没起来。这个查房啊去敲他的门，敲门没有人呢，没有声音，就觉得奇怪，怎么敲也没有人答应呢，把门给他爬开，房间里没有人，他房间后面有个窗户，把窗户打开了一想，大概从窗户啊跳出去了，回去报告老和尚，老和尚一听不好了，恐怕又出事了，因为天台山旁边也有一条小河，虽然没有长江那么大呢，也能够淹死人的，赶紧顺着这个河边去找去，他说一定出事情，分头去找，走了半里多路啊，找到了。已经死了，尸首啊浮上来，这个还是跳水死了。这老和尚把他尸首捞起来，叫几个人抬到庙里面去，给他办后事，这念念经给他超度，超度啊，已经死了没法子了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啊，他有一个女儿，这个才知道。他在没有出家之前结过婚的，有一个女儿，他学了佛执意要出家，太太不答应，太太不同意，结果他还是出家了，太太跳河自杀了，所以那个鬼呢就是他太太原先他自己修行有功夫，有护法神保佑，这个冤鬼呀没有办法贴身到他，这个名利心一起呀，道心失掉了啊，护法神走开了，他太太就找到他了，所以他两次跳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他是被鬼附身的，逼不得已，他糊里糊涂的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这个女儿呢那个时候很小父亲出家了，母亲自杀了他这个亲戚抚养，也长大了，女儿也嫁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哭哭啼啼的到庙里来了，地仙法师看到他来了，很好，正要找你，你的父亲出了事情了。他那个女儿哭哭啼啼讲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梦到他的爸爸妈妈，说今天去上任。老和尚一听，上什么任呢？他说他们就做土地公去了，爸爸做土地公，妈妈做土地婆去了。地仙法师一想恍然大悟他那个庙门口没有多远呢，刚刚有一个土地庙，里面塑了一个新的那个土地公啊，在那里安慰。原来是他们两个，这恍然大悟啊！老和尚常讲你看，学佛一辈子，参禅几十年，到最后。落到一个土地公
这土地公是鬼道里面的鬼神呢，就是鬼道里面的村长、里长，就这么个地位啊。所以常常提醒大家了，这个名利心一起啊，就完了，就堕落了啊，非常可怕啊，在落在神道里头啊，啊鬼神道里头。那么他这个呢也是间接杀生的啊，他这个太太自杀是为了他出家的自杀的，还是出不了这一条啊。啊这个出家不容易啊，啊家亲眷属要商量好啊，不商量好不同意啊，那个麻烦就很大了啊。他真的有怨恨心呢，他常常要找你麻烦，常常要拖你下水啊，这个是被太太拖去当土地公去了啊。如修三昧本出尘劳，煞心不除尘不可煞不可除啊。前面是第一个是淫心，第二个是煞心啊，一定也要断得干干净净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杀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为大厉鬼啊，这个大厉鬼就是鬼王啊，鬼王是属于大厉鬼啊。像我们世间人中国人所拜的城隍啊，城隍就是县市长，鬼道里头的县市长啊。阎罗王等于鬼道里面的总统啊，这鬼王啊，啊这个上品的就变成这些了啊，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啊，这是中品的。我们台湾也很多 啊许多鬼神庙里的什么元帅啊，什么什么王爷公之类的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。这是属于中品的。下品呢就变成地心罗刹了啊。这些鬼也有帮助人的，也有害人的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孔老夫子教给我们一个原则，没有错，敬鬼神而远之啊，这个煞心不除啊，必落神道，这个鬼神道啊。佛讲这个经是在3000年前啊，在印度说的。后世我们来做印证呢，果然没错啊。刚才我们讲的地仙法师这个徒弟啊，他倒不是有意做这个煞心啊，他也是无意的啊，让他这个太太啊自杀了啊，这是很不好的一桩事情。另外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我初学佛的时候，40年前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的啊。这个朱老居士在我们台湾佛教界贡献很大啊，台湾印经处是他老人家创办的啊。这是台湾早年啊，这个台北那边有佛经呢，他们是第一家啊，最早提倡印经的
那个时候老居士已经70岁了，他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的。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在宣统3年，也就是民国前一年，那个时候他在家乡，他是温州人，家住在乡下，他是个读书啊读得很好的人。就是有一天呢，他这个邻居邻村，他不是邻居，各一个村庄邻村里面有一个举人，在前清中国举的举人，家庭环境还不错，是个独生子，因此中了举之后没有做官，在家很孝顺，在家里陪他这个父母养他的父母。那么结了婚，有一个小孩很小，他说他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呢非常清楚。他说梦到有一个人呢敲他的门，那么他在梦中呢，但是午觉他好像就起来了，起来就开门，开门这个人来的人不认识，是个当差的，打扮呢是个军人的打扮，是个当差的，送一封信给他，问他，你这里有没有某人？他一看这个名字是自己的名字，他说没错，这个名字是我的名字。那个人就说了，我们大将军请你去一趟。这个他一想呢，他虽然是中了举人呢，与这个官府没有往来，武官呢更一个都不认识。他说你呀，是不是把这个名字搞错了？也许同名同姓的，这个来的人呢也不分青红皂白，既然名字都对了，就请你上马吧。他牵了一匹马来，就硬要他上马，他也没有法子，就骑上这个马。他骑上马，感觉当中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，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。这没有多久呢，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很多人，交头接耳的，好像在谈论什么大事情一样。那么他就打听这个将军是谁，人家告诉他是岳飞。哎呀，他一想的不得了了，岳飞宋朝人，那我不是死了？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他说我这个死不得了，我上有老母父亲下面还有妻子小孩很小我不能死，是不是？那么过了一会儿呢，岳飞就升帐了，升帐就要召见他。当然他是个读书人，那么对于历史很熟悉，对于岳飞也尽忠报国也很佩服，非常的敬佩。这个岳飞一召见呢，就告诉他，他说他们准备北伐，讨伐金兵，请他呢做这个文案的工作，就是文书的工作，好像秘书这一类工作，邀请他了，帮助他。他心里一想，不行了，我家里这个父母年岁大了，太太很年轻，儿子很小，不能离开。那岳飞就告诉他，他说我们距离出兵呢还有3个月，我可以放你回去，你好好的去安家。3个月之后呢，我再派人来请你。他
他被逼着也没法子，哎，就同意了，就同意了。那么岳飞就把他送回来了，送回来他就醒过来，哎呀，做了一个这么个梦，就跟他父母说，他父母说这是做梦嘛，哪里是真的？哎，但是他自己呢，觉得这个梦跟平常做梦不一样，平常做梦不会这么清楚，他这个梦就好像这个事实清清楚楚。这不是普通梦，所以他就相信三个月之后啊，岳飞一定派小鬼啊来接他。于是这三个月当中啊，就处理家务事情啊，处理后事。那么约定的时间到了这一天，他通知很多亲戚朋友，朱金周老居士也参加了啊。朱老居士很年轻，他去看，活活的一个人又不生病，看你怎么死法，是吧？他是抱得很奇怪的心理啊去看啊，反正这个临城没有多远嘛，只有几里路嘛，他也去参去看这个事情啊，就是真的啊。他那一天啊，他宴请宾客啊，也有好几桌啊。那么吃完饭之后，看看时间差不多到了。他也梳洗整整齐齐的啊，穿了干净衣服。那么在自己房间，他的房间门窗都打开了，亲戚朋友啊也都在他房间里啊。那么他躺在床上，没有多久啊，他就告诉他父亲，他说岳飞派来了个人呢，在门口。我已经看到了，别人看不到，他看到了。那么他父亲呢，很不高兴，在那骂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哎呦，养老都靠他啊，怎么可以叫他去啊？到最后呢，还是他儿子自己说，这人呢，总有一死，这人死了的时候。能够追随岳飞呀，也算是一桩很光荣的事情，啊，就算了，让我去吧。啊，他父亲哼了一声，好吧，就算了。他父亲这一答应呢，他就断气了，啊，就走了。那么过了三个月，武昌起义呀。革命就成功了，所以朱老居士讲啊，我们人间在推翻满清啊，那个鬼道半年前已经在开始打仗了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呢，岳飞固然念念尽忠报国啊，念念不忘啊，去杀金兵啊，那个杀的念头没有断呐。落在鬼道啊，那么他这个鬼道的身份是中品啊，他是个鬼道里面的将军啊，是个元帅的这个身份地位，这就证明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在我们这世间人，岳飞是民族英雄啊，功业永垂不朽啊，后人无不尊敬。为什么不能升天？为什么不能转世做人，落在鬼道？这度了佛经呢，才恍然大悟啊，他煞心没断。你三善道都产生了障碍，何况修行要超越轮回，要圆证佛果，
那当然更不可能啊！连三善道啊，人天的这个善道都被他障碍住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煞星不除啊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啊，那么佛这一段的教训，我们要记住，要认真地去奉行。别诸鬼神亦有徒众，个个自危称无上道。鬼神的庙在我们中国，从大陆到台湾，几乎每一个乡村角落都有啊，不单这是从前呢，啊，现在比较少了。从前每一个县有城隍庙，每一个村里有土地庙，城外每一个地区有山神庙，啊，除此之外，这个我们世俗讲佛得正神，啊，这佛得正神，除这个之外啊，像这个王爷公这一类的，那就不胜枚举了，太多太多了。这是属于鬼神呐，啊，除鬼神之外，还有天神。在中国，还有特别受人祭祀的水神，啊，水神就是我们讲的龙王，啊，像本省民间最崇敬的妈祖，啊，妈祖是海龙王，水神里面最大的，啊，江河甚至湖泊都有龙王，我们在佛经里面也读得很多，啊，这些呢确确实实都存在呀，啊，他们也有威德，啊，也受人间的祭祀，啊，我们对这些鬼神的态度，世间多数人孔老子夫子为代表，啊，敬而远之，啊，这个敬就是说在一定的时节祭祀他，啊，祭祀这是敬，远是什么呢？不能听他的教导，啊，换句话说，不可以跟他学，啊，还是跟圣贤人学，不跟鬼神学，这就是远。远不是不跟他往来，那就错了，啊，像这个，初一十五的祭祀、春秋祭祀，这是敬，啊，一定要做到敬，啊，佛弟子，你看《安世全书》，周安世居士的态度，那是我们学佛人对待鬼神的好榜样。我们到鬼神庙，我们也烧香，啊，也问讯，三宝弟子不要去拜鬼神，为什么？他担当不起，你拜他，他赶紧让位，他不敢接受你礼拜的，问讯可以，啊，给他问讯。周安师不但问讯，而且还给他说法，啊，劝他
皈依三宝，劝他断除杀心，皈依神呢、啊？这个是这个嗔恨心重，杀业很重。啊，你得罪他，他会找你麻烦。啊，劝他呢，素食。啊，不要接受啊荤腥的祭祀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是佛弟子对待贵人的最好的态度，啊，是我们应当啊要学习的。啊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